已经查出宝川工厂的所有人是谁。怎么会？张俊和这小子，宝川工厂好像被他查到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很快就会跟你联络。我能让我的儿子的手沾血，你跟你的儿子拼命的斗吧。俊和哥，看到家人却不能回到他们身边，有必要做到这个地步吗？我看你干脆让俊和哥回到他家人身边吧。什么？妈办不到的话，那由我来放走俊和哥。你动什么？你是黄顺晴奶奶对吧？对。你刚才拿错药了。谢谢你啊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天啊，烦我！是否听见我的心？